为保证商品车停放整齐划一，我们采取了效能定位作业法。定位指挥手利用两短一长的三次哨音指挥定位司机操作。车辆停稳后，标准距离为左右反光镜间距10厘米，大约一拳的距离，前后保险杠之间30厘米，大约一张 A4 纸的长度。目前利用效能定位法作业，可以保持在175台每小时的装卸效率。